现在呢，我在地方的高铁上，然后这个远的高铁呢，有一个很酷的事情，噔噔噔噔，台湾高铁的车上刊物，这个刊物里面有很多美食的资讯，在本月份的十月份里面有一篇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帅哥是谁呀、啊？他呢就是次郎海产的店长。也超好吃的、就在台南市下林路20号的四郎海产哦，搞不好有机会去你会遇到我哦。那你想吃海产粥吗？四郎海产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那是我家开的。旁边那位美女是不是有吃过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家所有的海鲜啊都很新鲜，吃了呢是你胶原蛋白满满满，下次带你们去吃。客满了，客满了，那怎么办？啊，没关系，交给我。我们有留一个。